陶晶莹与老公李李仁结婚后，迎来一儿一女的幸福生活，至今仍相当恩爱的两人，也时常会在社群上公开放闪以及分享家庭生活。陶晶莹日前在社群分享参与儿子学校校庆，在文内写道：“今日儿子学校校庆正逢大雨，加上一开始跳电，我和老李只好跳下来帮忙炒泡面，站了3个小时，老师还不让我们离开。”接着解释，原来是班带定制了大寿桃。29日刚好是陶晶莹的生日，同学、家长、导师一同帮他庆生，让他相当感动。网友们也纷纷祝桃子姐生日快乐外，也大赞陶晶莹和李李仁超没架子啊。Bye.